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棉花糖，真实信息未知。美国神秘 DJ 音乐制作人总是戴着面具出现。2015年3月，通过社交网站发布首支个人单曲《Waves》。2016年1月，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Joy Time》。同年10月，电子音乐杂志 DJ Mag 评选出百大 DJ， 棉花糖排在第28位。2017年1月，个人单曲《Alone》进入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。同年4月 ，Alone 入围迪士尼电台音乐奖最佳舞曲奖。10月，棉花糖升至 DJ Mag 百大 DJ 第10位。2018年1月，推出与 Lil Peep 合作单曲 Spotlight， 以纪念于2017年11月去世的21岁 rap 新星 Lil Peep。6月发布新专辑 Joy Time 2。棉花糖出道后不久，便给 EDM 圈融入一股强烈的 Future House 和 Future Bass 的才能激流。戴着可爱的头套面具，棉花糖总以呆萌的形象示人，就连棉花糖这个名字也充满激萌感。而从未露出庐山真面目的他，音乐中却融合了多种令人亢奋的神奇元素。